Mascolo 的软管水管剪，这样打开它有个弹簧，它的刀片非常锐利平整。然后这我们这样剪的时候，我们看管子还没有变形，管子没有变形，它就可以切进去。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减重瓦斯管是，是有夹网的，所以剪起来就很平整。一般的这种软管水管剪，它在剪的时候，因为它把它压扁再切，所以它管子就会不平整。